什么乡亲都选在这种咖啡啊，一点心意都没有。哎，哎，你好，我是孟阿姨介绍的。是阿亮哈。啊，对，是我。哎，其实我给你点的咖啡。哎呀，那我在哥伦比亚喝到的口味差不多。哎，啊，那什么，那个服务员再团一杯。中烘的咖啡口味都差不多了。啊，那么那个听口音，你是做什么勾当的？那个工作的？哦，我是一名音乐老师啦。哎呀妈，上哪上课呀？大北的那家 KTV 了。Sorry， 接个国际长途。嗨。啊，那你给我放超市吧。啊，晚上回去。行好。哎呀，碧赫啊，你咋的了？送我苹果十五那大哥还命居然给撬走了。你还不成天找削吗？等我削完。不就是苹果十五吗？你上我左下角再领了就完事儿了。左下角？我上次看评论区都说没领到啊。哎，上次的活动太火爆了，我又申请了10000台苹果十五和华为 Mate 60做专属福利。你现在从我左下角点进去，看不到领取界面，哎，直接下载，下载的啊，基本都能领到。这回要降低了门槛，我这台随便试试就到手了。你也领到了？我想证实了再跟你说，还是全新正品机呢。我试试。还真有啊！我验证过真实性的，现在呀、啊、还有不限量的 iPad Pro 做保底呢，保证人心有份儿。会不会很麻烦啊？放心，我左下角是优先领取通道，完成任务，苹果、华为轻松到手，隔天送到家。我试试啊。嗯。Waiter， 再团一杯。我要喝酒。再来瓶台子。没有关系的哈。没关系，你闺蜜嘛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小气了。喝完回去旅行。我觉得咱俩不太合适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我俩先走了。哎，等。你看，咱俩这也没谈成，这是不是得 A 的？大哥，闹呢。这三杯是我团的，我买单啊。这堆玩意儿，我一口没动，也不是我点的。我咋的？坐这给我拼个桌，我就得消费呗。我就不买，你能把我咋的？咋的？这场合你得打女人呢？啊！哎呦我操！跟我整这出，我自狗吗？跟我整这出啊！来，咱俩也睡。走！哎呀，我这个揍啊！你好。您一共消费2800。哎呦我的妈！